新电话好靓啊，帮我影张相啊。唔该爷爷，父亲节快乐。星期日父亲节，洪天明一家玩得好开心啊。他和大仔 TJ、细仔 JT 约埋爷爷洪金宝，和钱家乐一家、文仲贤一家吃饭庆祝，据知仲是家乐仔埋单添。不过边个请客都冇所谓啦，最紧要是大家开心啫。嗱，父亲节点可以冇礼物噶？当日天明仲收到 TJ 亲自整只天明公仔，哇，成只树熊咁，唔通 TJ 暗示爸爸好似树熊咁黐身？曳啊你！